绍了每个礼拜一来自冥王星的鬼灯奖。冬天来了，泡温泉是最舒服的事情。今天给各位看的这个影片呢，是难得见到舒服的灵体，请看。好，好了啦。舒服的灵体。ここで彼らは自分たちの軽はずみな行動を後悔することとなる。真っ暗だ真っ暗。気持ち悪い。こんなんなんだね。要转头了，哎呦！哎呦，我的鸡皮疙瘩都爬起来了，好可怕！对啊，要再看一次吗？不要！脸看起来烂烂的，对，他整个脸是有受伤不全的。我是没有看那么细的，来，欢迎第一棒王凯。给假电话的下场就是。故事呢，约莫发生在3年前左右，然后那时候我去东南亚去曼谷度假，然后度了假大概2个礼拜，回来台湾之后，大概有1个礼拜的时间，我都觉得身体不是很舒服，然后刚开始我就一直以为是从东南亚吃坏东西回来，或者是回来之后水土不服之类的这样，一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然后那个梦境里面呢，是一共加我有4个人，2男2女这样。在那个梦境中，我知道我讲的不是中文，而且我也知道他们不是台湾人。然后可是我却能跟他们沟通，我却听得懂他们讲什么这样。就我就坐在一个十字路口的马路边，就正马路边哦。然后我们4个人就坐在，像斑马线旁边那一块，4个人坐在马路边喝酒喝啤酒这样。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坐在我对面的那个男生，他就跟我讲说，酒好像快没有了，他想要去对面的小吃摊买酒这样。那我在梦里面也跟他讲说，哦好，那你们就去。他就带着他旁边的女生就去了。那梦里面的时间过程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就突然觉得好像过了很久，我就跟我旁边的女生说，他马上去很久了，我们要不要去看看。结果我就拉了那个女生过了马路到那个小吃摊。一到那个小吃摊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怕。它整个光是那种青绿色的光，然后整个的环境就是令人家感觉很不舒服这样。然后我就有点害怕，我就开始在找我的朋友。我是先看到那个男生，那个男生呢，就是整个人呆滞的状况，然后全身无力坐在那个板凳上，他是这样子的看着我。然后当我看到那样的时候，我已经吓到了。我就马上开始在搜寻那个女生到底在哪里。结果当我看到那个女生的时候呢，那个女生更是恐怖。她就坐在小吃摊的那种木桌子上，然后脚跨在那个铁板凳上，她的样子是这样。这样看，对。然后我当下就整个吓到之后，因为我在梦境里面她是我的朋友，我就过去抓着她，我就没命死命的就跑。可是我在抓着他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在我后面是一直尖叫，一直在甩手，一直尖叫这样。后来我也不知道跑了多久的时候，我一回头看完之后，他穿的是那种半截式的小可爱，他整个的筋，这个看得到肉身的地方写满了那种红色的泰国的经文这样。我整个就吓醒了，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整个人就是开始魂不守舍。就像那个人家讲的3魂少了7魄这样，我连在我在楼下开个门，我都会被自己的影子吓到。然后在街上走路，公车按喇叭，我是这样会唰一下那种。然后当下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的状态越来越不对。然后刚好我有一个朋友是他笃信藏传佛教，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他就跟我说，因为过2天刚好有个仁波切要来，那你也不要跟我去道场。那我们一到道场的时候，仁波切看到我，他也没有跟我多说什么。他就故意叫我跪下，先帮我灌顶。灌完顶之后呢，
他就帮我叫我双手合十跪在他面前，他帮我念了大概20分钟的经文。念完经文之后，他就问我说：“你最近有没有去东南亚？”我就说：“有，我刚回来没有多久。”我没有告诉他我做了任何梦。他问我说：“你在梦里面那几个人，你确定你都没有认识，或是你没有看过吗？”我就好好的回想了一下，结果我想起来，其中有一个女生，就是跟着我一起到小吃部去找那些人的那个女生，是我在曼谷的时候在夜店，她跑过来跟我搭讪，但因为她长得实在是不怎么样，所以我就留了一个假电话给她。但是过没有多久呢，她就拿了一串像这样子的这种饰品，小珠珠的饰品来送给我，但是那时候我也没有多想，我就收在口袋里面带回来台湾。然后那个师傅就说：“你尽可能，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把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时间来找我，你就交给你朋友把它带来给我。”然后这个故事呢，后来我就不知道我到底是撞邪了，还是在东南亚被吓蛊了。但是在经过了师傅的灌顶跟祈祷之后，我就整个人有比较好转。所以人家送东西不能乱收，对呀、啊，尤其是东南亚，太忘记了，尤其长得不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才会留假电话给他们。好坏哦！重点是不怎么样嘛。肤浅。也不能乱吃。如果他请你吃，喝饮料或什么，其实因为降头很多都是在这个时候去放下。对啊，好不好？来，请坐。谢谢。来，马姐跟我们分享一下。对，我今天要分享这个是也是啊，陈老师帮忙处理的一个故事。那应该讲说这个 A 小姐啊，这个 A 小姐呢，她在日本小有名气，普挂哦，而且还出了书哦。那她回台湾也有她的工作室，有时候日本也会介绍人来台湾找她啊，她也去帮人家普挂问事情这样的。那后来呢，有一天她台湾有一个朋友就跟她说：“哎。”某某地方有那个观录音很灵哎，我们要不要去玩一玩，这样去看一看？对对。那因为他对玄学跟这灵异方面的事情，他很有兴趣，他很想知道，他也很想自己好像除了卜卦之外还能更进一步，这样他就说好，他就去了。去的那天呢，这个朋友带他去的这个朋友又带了另外一个女生。好，这个女生我们就叫她 B 小姐好了。这个 B 小姐也跟这个 A 小姐表示说，她很想学卜卦，她对于灵学呀，现在对于这个命理方面，她也很有兴趣。但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她就有几次经验，听到这个 B 小姐说，她也想去泰国学养小鬼，她也想去泰国学炼阴尸油。因为他觉得说，他可以回到林森北路开一家小店，他只要把阴司油卖给酒店的上班小姐，他就可以赚很多钱。好，所以他就会发现说，原来这个 B 小姐，你完全是以敛财为目的，心怀不轨，对，心术不正。他就觉得说，他不要再教这个，不要再跟这个 B 小姐有多一点这一方面的接触。有一天，他就婉转的跟 B 小姐说：“哦，我可能没有办法教你卜卦哎，哈，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时机还不到哈，或者说我自己可能还要再学习，所以我没有办法。”他就比较婉转的拒绝。他认为说他这样讲的，是 B 小姐应该不会生气。没有想到这 B 小姐其实就已经翻脸了，就怀恨在心，你知道吗？然后有一天呢，这个 B 小姐带了一个高中生，一个高中男生，就到她的工作室去找她，然后就跟她讲说，就故意来聊天啊，聊一聊就说：“哎，我们来玩碟仙好了，反正没事嘛，好，那我们来玩碟仙。”他就把碟仙的东西拿出来了，那就表示他是有备而来的，你知道吗？啊，他们就说，他就说：“啊，那我们来玩碟仙好了。”他就把碟仙拿出来，就这样。这个 A 小姐的哥哥是一个牙医，那刚好就在 A 小姐的工作室，那就说啊，那这样哥哥也在嘛，那我们四个人来玩，就刚好两男两女在玩这个碟仙。哎，可能是因为他卜卦，他们有念咒语，或者是他们这几个人都是对灵学玄学很有兴趣的，所以他们请碟仙很快就请到了。好，然后就开始问说，那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好，这个碟仙就开始跑，大家的手放上来，碟仙开始跑，他们都还没有找到那个字在哪里，那碟仙已经跑到妇，就是妇人啊，就是父嘛，他哥哥就好奇说：“那你是神还是仙还是鬼？”这样他就跑跑跑跑跑跑鬼。然后他们就想说：“哦，这样，那你是哪里人呐？”就这样，啊，这个碟仙就一直跑，一直跑，跑跑跑跑，就不给答案。哎，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碟子这样鼓起来，
它是没有靠在悬空，它没有靠在地上啊，就像你会看到这个碟子这样跑，但是它没有声音了，可是它也不愿意回去，它就一直啊啊，怎么办怎么办？这等等，它就大叫，它就问他哥，这哥怎么办怎么办？这个碟子已经这样乱跑，它已经浮起来了。那因为它哥哥是修，东密的，我就问他什么叫东密，就日本的密宗，他们就叫东密哈，他是修东密，他哥赶快跳起来点了三支香，然后就念他的咒语，哎，这个碟仙就回去了，就平了，那已经完了，结束了嘛，啊，他也停了，好，大家完就散会了，散会就各自回去。那因为这个 A 小姐她的办公室跟她的住家其实在一起，她就是一个像小套房这样，然后前半节是她的工作室，后半节就是她的房间嘛，她就住在那里。第二天早上起来，因为发现，哎，一天过去，今天怎么都没有半个生意上门啊？好，连打开电脑 MSN 都没有人找她，也没有人打电话来，电话也没有再响过。她奇怪了，怎么会突然间生意变这么差？啊，就这样一转眼，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过去，都没有人来找她，她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呢，有一天她就走过这个客厅的时候，突然间，他的客厅的茶几上有一个有煮，他们泡茶嘛，是不是有水壶、有电磁炉，他旁边有个电风扇。他这样一走过去，这三个同时打开，同时启动。他启动，他想奇怪了，为什么这些同时启动啊？他想好像，哦，插头没拔，他就去把插头拔下来。拔插头的那一刹那，他心里还在呛说：“我现在把插头拔了，我看你们在启动啊。”和阿飘们宣战会招来什么恐怖的下场？广告后我们看下去。铁齿，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他对那一方面很好奇，他又不是那么怕，所以他才会去敢去学这些嘛，哈。啊，就说好，我把插头拔了，我看你们在启动啊，这样。哎，他们就这三样东西真的就停了，你知道吗？停了之后，他又回到他的书桌去，他就要拿 memo 纸写东西，那个小的便条纸，他要去拿的时候，就好像有人把他推走了，你知道吗？哎，就 memo 纸就跑了，他就跟着再去拿，就一直跑。在那个 Memos 在跑的时候，他突然就想到，这一个月来都没有半个人来他这里。从那一天他们玩完碟仙，那晚上他就没有办法睡觉，每天晚上他都没有办法睡觉，头痛到他半夜要吐，然后头痛到想吐哦，然后就去挂急诊，就一直反复，就一直生病啊，一直不舒服，然后家里有事情发生，然后都没有人来找他。啊，后来有一天呢，突然间他又打开电脑的时候，他发现电脑上怎么这么多人在骂他？他的 MSN 每个人都留言说：“哎，这某某某你是跑哪里去啊？你怎么留言也不回，然后怎么打电话也不接哈？去你们家按电铃也没有人开门。”他说：“我明明在家里呀，为什么就他电话也打不出去，他也找不到别人，别人也找不到他这样。”后来有一天突然间他们家的门铃响了，终于响了，他就去开门，哎。叫他去开门，开门是他一个很久很久不见的朋友，那个朋友从日本回来就来找他，就来找他，然后跟他说：“哎呀，你怎么变这样？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你是很不舒服吗？”他说：“对啊，就很不舒服啊。”但最近怎样？你的生意好吗？他说：“不好啊，他就没有人来找我啊，就没有生意啊。”然后他也很。就他也没有讲得太明白，他就说人不舒服，然后也没有生意来。那朋友就说：“啊，那你没有生意来，那你要不要再回日本？因为他们是日本的朋友。”他说：“那你要不要回日本好了？因为他这个女朋友在日本开餐厅。”他说：“那你再回到日本来，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些我的客人哈，那你也可以生意好一点，让你可以再有收入这样子。”回到日本去以后呢，那就朋友也帮他介绍了蛮多客人。啊，有一天呢，他们隔壁的有一家餐厅的姥姥从哈尔滨来。啊，他们就说那个姥姥是看得见的，他就跑去给那个姥姥看，那个姥姥这样一看，他就说：“哦，后面有个女鬼，他这个女的跟了你四五年了，他但是呢，这个女的现在也快要没有那个，没有耐心了，好，他你要再坚持下去，就跟他讲。”好，说到这个女鬼，你知道吗？这个女生在她很不舒服、头很痛的时候，那一阵子呢，她就每天听到有
他的右边的耳朵有一个女生跟他讲说：“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他想说：“跳下去，跳哪里去啊？跳下去。”他其实平常他都是抗拒这个声音的，他听到这声音，他都不要去听，你知道吗？可是当他偶尔有一下子是精神恍惚的时候，有一次他真的爬上了顶楼，而且他就这样往下看，要准备跳下去，你知道吗？他就要看下面，啊，下面都是店家，都是那个遮雨棚。他想他跳下去会摔到人家遮雨棚上面，这样人家一定就不敢做生意，他就觉得这样对人家不好意思吧。后来他这个声音就跟他讲说：“跳远一点。”跳远一点，挂在行道树上，那不是很难看吗？好，他心里这样想的时候，他突然就醒了，你知道？他想说他为什么在顶楼？他好害怕，他就赶快冲下去，就是因为他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常常听到有人在他耳朵旁边叫他要跳下去，他就所以他才最后决定去看精神科嘛。那精神科医生就是除了开药给他吃，也是跟他讲说，就是压力太大。他说这个叫你应该，可是他吃了那个药以后，他就是整个人就是不舒服。他的精神科的药已经吃到八颗了。有一天他就在某就是一个餐厅的地下室了哈，他在洗手的时候，他抬起头，突然就看到镜子里面有一个男的从这样走过去。那有人走过去女厕所，有个男的这样走过去，你会很本能的就看一下那个男的，是会吧？对，他在洗手，你看一个男的走过去，他就这样一看，没人，他就来了。对，他就很奇怪，来了。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完全可以看到。但是他刚开始他并不知道说他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他有一天他到 Seven Eleven 去，他就半夜嘛，他去肚子饿，他就下去买东西，因为他一个人住嘛，他就去 Seven Eleven 买东西。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刚好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欧巴桑从里面这样推着一个娃娃车出来。然后觉得欧巴桑长得好怪哦，但是还是要礼貌上打招呼。他习惯，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他就习惯跟他打招呼。他就说：“啊，这小 baby 好可爱哦，这样子哈。”那时候，然后那个人也不理他，就走出去，他就走进来。那柜台的那个店员就这样看着他，就说。觉得很奇怪，你刚才跟谁打招呼啊？他就说，刚走过去那个欧巴桑推着娃娃车，你没看见吗？他现在还站在门口啊。那店员就这样看一下，然后那店员就不讲话，然后就赶快帮他结账。结完账以后，那店员就躲进去了，你知道吗？就不敢再出来。他想奇怪，这个怎么没礼貌？难道只有我看见吗？为什么他的表情这样奇怪？他明明他也在外面啊，他又走出去跟欧巴桑讲话。他跟欧巴桑讲，欧巴桑也没有回答他。旁边是不是那个金属的门会反光？他那个金属门反的那个没有看到欧巴桑的娃娃车，他就确定他看到了不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好，那最后呢，找了那个陈老师，然后陈老师看到他以后，他就问说：“老师，我是不是那个被女鬼？”跟他就大概讲了他的状况，比如说他帮人家卜卦的事情啦，哈，那怎样，老师就说，那你就下降头了。下降头。他被下降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啊，我是被下降头，不是因为说我帮人家卜卦，然后我就要帮人家背人家的什么冤什么债，冤亲债吗？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是被下降头啊。他想了半天，就是那个 B 小姐，就是要跟他学东西，他不肯跟他学卜卦，他不肯教他的。那为什么他证实是这个 B 小姐呢？因为这个 B 小姐之前他就会认为他的观念不对，所以他不教他。后来他发现这个 B 小姐的姑姑跟他同样是在南投的山上修行。有一天他的师父就是帮他在教他打坐啊修行的师父就把他叫去说：“你是不是有啊？你怎么认识某某某的？”他你是不是有收了人家20万？答应人家教人家卜卦，但是你没有做。哦，这样，那他就说我没有啊，我没有收他的钱，我也从头到尾没有答应要教他卜卦啊，这样子。那他就很生气，他就回去，这 MSN 就跟这个人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在师父面前这样讲？我什么时候收过你的钱？这样。这从此以后这个女的就不见了。后来那天他就去，老师就跟他，陈老师就跟他讲说：“你是被下降头了。”那他就说：“那怎么办？要不要去找到这个人？要不怎么解？”老师说：“不用讲了，不用解了，不用去找这个人了。好，你就照这样做就好了。”
就比如说他第一次老师开三张符给他，他回去照样做做做，做了三天之后，有一天他就看到一个白丝缎在他的窗前面这样飘，他晚上睡觉去关窗帘，他就看到那个白丝带这样飘，他就觉得这为什么是人家的衣服飘过来吗？还是怎样？他就把头伸出去看，他竟然看这个白色的缎带是没有尽头的，也不知道从哪里飘过来，就是这样。他吓死了，赶快窗帘关上。第二天他就冲去找陈老师，老师老师，我昨天看到白丝带。老师说，哦，好好，看那没关系，又给了他九张。给了他九张回去说你还是照这样做这样做，他说你做完九张之后你就可以拿衣服来了，他前面是不行的，是他要做完这么多关之后才可以拿衣服来解。那我们说啊，老师那他这样不是很严重吗？啊，你为什么有告诉他？说老师啊，阿姨的他就已经是吃八颗药的人，你再跟他说你不是要吓死他哦，所以老师就什么都没说，只是说你就乖乖照这样做啊，我会告诉你要怎么做，你就这样做。好，他就做，做完以后就把这个事情解掉了。这一件事情让他折腾了十年，十年啊，十年。所以说我说嘛，遇到事情一定要去查清楚，嗯，好不好？今天又给各位上了一堂课，谢谢马老师。不敢当，大家一定要去那个问清楚啊。是，来来，欢迎小雨。故事录音带。我同学呢，他在班上啊，我们下课通常都会约说一起去看电影，或者是拍大头贴什么的。但我这个同学他怪怪的，他就是平常他不喜欢跟大家出去 hang out， 他喜欢一个人，然后看那种节目是有关于鬼故事的一些怪谈那种。所以我们久而久之，班上觉得他有点怪怪，就帮他取个外号叫阿怪这样。然后有一天，阿怪呢，他就说他要下课，就是去以前是那种唱片行是卖那个录音带的。他要去买录音带，是有播那个鬼故事的。那个时候，阿怪他是在台北租房子，他是自己住，所以他就跟着他那个朋友，然后就一起到他租房子的那个地方，然后就很开心啊，因为那个录音带买了两卷是讲鬼故事的，就开始放，然后把灯全部关起来，关到非常非常暗，就只点两支那个白蜡烛这样子。干嘛这样？好可怕！他要那个要气氛。那他跟他的朋友两个人在听。就听到某一段的时候，他开始停住，然后到前面那一段又重新讲，然后讲到某一段，就是刚刚停住的那一段，又突然卡带，又回到前面，然后又一直 repeat 某一段，一直 repeat 那一段。那因为录音带这种东西，它不像是 CD， 它不是说哦按一个键，然后它就可以从前面一段或者什么，它只能按倒带或是快转。他跟朋友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一直在 repeat 那一段？后来他就也没有要按 pause， 他直接把那个卡带就是拿出来，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听了，他已经一直 repeat， 然后就觉得好吧，今天反正也听很多故事，他就跟他朋友讲说，那改天再约哦。这样，他朋友就回家了，他就把那录音带就收到盒子里，然后就把他录音机，那时候是小小台的那一种，就把它收在他床的旁边的一个地上的一个柜子，就把它收进去啊，把柜子门关起来。然后当然就是哦，结束了这一天，他就开始要睡觉，然后睡，他听到在睡觉的时候，靠近柜子那边有脚步声，但他住在那边那么久，隔音一直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他租房子住在那边也有几年了，不会有脚步声啊，他觉得有点怪怪，可是因为他听了一整晚的鬼故事，所以他觉得如果现在张开眼睛，可能会看到他不想看的东西。所以他选择不张开眼睛，然后那个脚步声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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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概是两个人的声音，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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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步声就在那个他床的旁边这样走。后来他终于勉强逼自己睡觉，然后隔天起来，他当然也是查看了一下，他就觉得那个柜子怎么有一点打开，可是他租的房子是没有窗户的，不可能风把柜子门那么重的门把它打开，就是摆录音机的那个柜子。然后因为又联想到他听到了脚步声在他床旁边走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觉得说，你先不要管这些，我就去上课，我照常过我的生活。这样，我其实应该是我自己胡思乱想。后来他就去上课，然后上完课他就去打工，然后打完工就是回到家这样子。打工完也很累了，他就睡觉。然后今天在睡的时候睡一睡，他这时候听到那个柜子声音，柜子门打开的声音，他听的声音非常清楚，
而且是比主任的脚步声更清楚。他就会心想，怎么办呢？我现在要去，我要把眼睛张开，我要去查看这一切吗？还是我就跟昨天一样，我就是逼自己睡觉，这事情就过了。好，我先忍耐好了，他就眼睛闭起来。结果这时候他又听到柜子旁边又有脚步声，两个人的声音，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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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然后而且是越来越靠近他的床。后来因为他是这样子抓着被子的，他就听到那个脚步声往他这边一直靠近，然后走走走，他突然发现有人这样碰他的手一下，他就当然忍不住一定会马上睁开了，吓一跳之后睁开，然后就。旁边绝对是没有人的，没有那两队的脚步声，根本没声音。但是他一看那个柜子的门，的确整个打开了。可是他今天根本完全没有去动收音机，那柜子怎么可能打开？他已经觉得他有被碰到了，他觉得他已经到极限，恐惧的极限了，他不能再继续住下去，然后他就连夜赶快收拾行李，然后就跑到朋友家。结果他打去给朋友的时候。他就说：“哈，哦，你现在在哦，好，那你先过来，你过来，你今天真的很奇怪。”然后阿怪就想说：“我是怎样奇怪？好，我先过去你那边。”就他过去他家之后，他这跟他一起听鬼故事的朋友就说：“我今天傍晚去找你，为什么不开门呢？”阿怪就说：“我那时候在打工啊，傍晚就是下课之后我去打工，我人不在家。”他说：“怎么可能？我去外面那时候按电铃的时候，我明明听到你房间里面有脚步声。”咚咚咚咚咚来门口停了一下的声音，我想说你要来开门，结果又咚咚咚那个脚步声又离开往房间的里面走，我清楚听见里面有脚步声，你说你不在家，他快说我真的不在啊，我礼拜九我真的是打工，我那时候他朋友也毛起来了，他们就在想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他清楚他朋友清楚听到这样子的声音来回了两三次，他都一直觉得他朋友要来开，阿怪要来开门了，可是就是没有人来开门。可是他听到那个脚步声是走走走靠近门口之后，可能还这样靠近门去看一下外面，但是就没有人开，没有人开这个门。后来他们俩就觉得说，这会不会跟鬼故事那一天有关？他们俩就仔细的回想了一下，那天一直在重复的那一段故事。是讲说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单亲家庭，这个小朋友的爸爸是平常很爱酗酒的一个爸爸，然后这个父亲呢，他平常只要喝了酒就会打小孩，就是会家暴这样子，然后那个小孩就会就是这样走走走就是要跑啊，然后 他父亲就是喝了醉，然后也在那边追着小孩要打打打，后来他活活的把这个小孩打死，在酗酒的时候，这是一个家暴案件的一个鬼故事，他们就突然想到，他们一直 repeat 听到这一段，然后他们就觉得会不会那个脚步声一直听到的跟有碰到我手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跟我们一直重复听到的那件事是有关联的？后来他们跑去问到一个就是比较懂这种灵学的老师，老师在跟他们讲说，因为你们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们好像。气场就是很喜欢听关于这一种的，所以那个小孩想要把这件事情传达给你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讲给你听。那你们把那一段我听听看。他说：“好啊，录音带在这里，就是要播要 play。”结果没有那一段，根本没有，就是小朋友被活活打死的那一段。而且他们仔细查看了录音带上面的故事，也没有这一段。所以根本不是在这个录音带鬼故事里面，而是那个就是被活活打死的那个小朋友，他想要传递这个讯息让他们知道，所以借由这个录音带然后让他们知道。当然后来这我的阿怪这个朋友当然就是后来搬走了，然后才就是结束了这些事情。这样不要问你干嘛吓人的东西。啊、好的，觉得小小鱼讲的比较恐怖，请亮灯，预备，一、二、三。噔噔噔噔噔噔的换位置。各位观众，要为你解惑也。今天有三张观众寄来的照片，要请教小娜老师啊，恐怖了。第一张是在民雄鬼屋，很恐怖。
这一张是在民雄鬼屋，然后在这边拍到一个清朝人，那边有没有看得清楚？哦，真的耶，而且透明的，它有点半透明状。嗯，但这个清朝人呢，他蛮有趣的，他来自现代。啊？为什么？它有一点是现代科技加上去的一个哦，真的奇妙的逗趣的照片，所以不需要害怕。第一张民雄鬼屋了，哦，腐烂。第二张，然后第二张是我们最熟悉的火车。嗯，在火车头的部分呢，拍到了一个驾驶舱透明的一个半身的人影，背影对不对？它其实比较像正面，但是这位好朋友他其实也蛮温馨的，他不恐怖，因为他来自于一个非常尽忠职守的老员工。对，所以其实不管我们在我们社会上或空间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其实他们都会在他们原来的地方 maybe 尽一份力， maybe 他可能没有办法暂时到任何地方去，不一定都是代表有恶意的。最后一张就比较，最后一张，你看强大的手势，对啊，这是，哎呦，哎呦，哇，这很明显哎，而且它是有点半透明哦，对呀，是啊，是有点半透明哦，哎，它的，因为有人跟我说是不是服务生，我说不对，因为它跟人的比例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脸上的光跟整个就是跟现场环境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只能说拍到这些，哎，拍到这位好朋友的这些可爱的年轻学子们，好好聚你们的餐吧。如果你们在那一天吃完餐具之后有感受到小小的轻微的不舒服或者是感冒啊什么之类的，去庙里面走走就好了。OK， 对，也是路过的吗？他只是来看看吧，他本来就在那儿，对，他本来就在那儿，然后他并没有什么很直向性的敌意要针对谁，所以还好。来，接下来欢迎阿松。泡点到我和女鬼睡一起。大概六年多前，我还没结婚的时候，跟我老婆，我们去台北旅展，那就看到哇，有一些就是很有名的，号称六星级的汽车旅馆，在那个旅展里面卖他的券，住宿券。那我们看，哇，原价7000-8000块，现在打五折4000块不到。我们就买了几张券。我记得那个是暑假，就8、9月的时候。旅游旺季还能买到便宜住宿券，阿松吓破胆的恐怖旅程马上回来。太阳非常大，那因为太阳很大很热，所以我们从台北玩下去的时候其实很累。我们想说，那我们先去 check in 洗个澡睡一下，晚上要去逢甲夜市，你知道吗？我们这种做节目的就很爱吃。进了那个房间就看到哇，落地窗，玻璃落地窗，然后呢外面是浴池，就有那个洗澡的浴池，然后呢有半露天的阳光从外面洒下来。那进到房间之后，哇，整个采光非常的明亮，你躺在床上看出去就是那个阳光，那个浴池，那个玻璃的落地窗很透，我就觉得很赞，哇，很便宜的价钱买到，赞赞赞。那我跟我老婆呢，我老婆就先去洗澡，那我就在床上躺，因为真的很累，台北上一路玩下去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就觉得好像有人在看我。谁会看我？我就眼睛张开，没有人啊，再看看我老婆，她也没看我啊，自己吓自己，就躺下去继续睡啊。那我习惯是左侧睡的人，我就躺下去继续睡的时候，一个左翻身，哎呦，看到了，我眼睛闭起来，但是我看到一个一截大腿，灰灰蒙蒙的，我心里就想，我眼睛闭起来，我怎么看到东西？我就想说，那我翻正好了，可能我在睡觉或做梦，然后就翻正。阿鸟尾一翻正之后就不得了了。翻正之后呢，我的眼角余光就看到一个很披头散发的那个头发刺刺的上面这样，我想奇怪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然后我想要转头去仔细看个清楚，不能动，我的身体它不能动。
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觉得左边的手肘开始发冷，慢慢的就有种寒意，然后那个刺刺的就慢慢的开始越看越多，越看越多。我想说完蛋了，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呢，那个东西好像突然发现我在看它。它呢，除了刺刺的之外，我开始看到额头，开始看到两个黑黑的洞，应该是眼睛吧。越靠越过来，先是看到额头，看到眼睛，接下来就看到整张脸。阿娘喂，他整个人，你觉得他是像 Michael Jackson 那样45度靠过来哎？但是你不能动，你不能动。他的肤色是非常的灰白，然后很像就是没有血色，可是你看不清楚那个五官，整个就是雾雾蒙蒙的。然后我想说你到底想干嘛？你，然后我就一直念一些佛号啊，呼请神明的那个名号，可是没有用。然后我就开始看到，哦，他穿的大概就是短袖，可是你也看不清楚那是什么样的衣服。其他只要是肉的地方啊，你看到都是死白的灰白色，就好像你在看那个怎么讲，看底片那种，你拿起来看那种白白的，就看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就是很清楚的知道我应该是被压了，然后我就一直大声的念那些神明的名号。念得很虔诚，然后念得很大声，在心里我没有办法讲话，没有办法翻身，可能我念得够大声，他慢慢的就回去了。我心想啊，要解脱，要解脱了，要解脱了，他回去了。啊，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呢，他我手肘这边的那个寒意就开始退了。我想啊，还好过了过了，心里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呢，才开心不到三秒钟五秒钟，我真的不知道那时间到底有多久，因为真的过得很漫长。开始我觉得我的左脚开始冷上来，左手肘开始冷上来，我想说不是走了吗？然后呢，我接下来就看到那个头发刺刺的右脑，我开始破口大骂，我开始骂各式各样的脏话，五字经八字经，英文的、台语的、国语的，外国学回来的不会懂的也都拿来骂。然后这一次你就看得很清楚了，他上来之后不是只有这样，他开始慢慢转正，你就看到那个整个下巴都看到了，半张脸，整个下巴整张脸，就是一个像破烂的洋娃娃，蒙蒙死白色，然后呢还可以看到有点黑黑一块一块的，不知道是恶心还是被打。他慢慢转正，慢慢压上来，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身体越来越冷，然后。一开始是左脚、左手肘，慢慢的开始整个下腹部，你可以感觉到它慢慢的转正，它是要整个压上来。啊你好喂，鬼压床是张不开眼睛，我是眼睛没张开还看得到它。然后最可怕的是，它整个跟我面对面啊，整个跟我面对面，大概我不知道那几公分，但是你真的看不清楚它的表情。但是你就是觉得冷，好像有人捧那个雪啊，直接倒到你的脸上，然后你就是刺啊冰，然后就开始骂脏话，一直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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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全身都是汗，然后我整个床都开始湿了，然后一直骂，一直骂，然后一直想要推我女朋友，叫她打我一下，我干嘛？就是不能动。然后到最后呢，你可以看到她整个身体就是上半身那个衣服是白色的，是破的。烂的，然后有肤色的地方就是我说的死灰白色。然后在快要崩溃的时候，我一直骂脏话，到最后我骂了一声，然后整个人坐起来，我就去车上把那个我请一个小小的妈祖的神尊吊在后照镜，我把它拿来放在床头，我把那个身上我那个同事有去西藏拿那个唐卡缩小的唐卡拿起来，请在床头，把我的佛珠拿出来，我妈给我的护身符啊什么，两边床头都摆得好好的。然后我女朋友洗完出来说：“啊，你丢搞哦，为什么你动这么多东西动在上面？”我说：“因为我们出外景嘛，习惯就是只要来到这个房间呐、啊，就先摆好，这样子就互相不打扰。”嗯，然后我女朋友说：“哦，好好好，那我们就睡觉，很开心。那天晚上就一觉到天亮，然后呢，隔天早上起来，马上 check in 离开 ，check in 离开 ，check out 离开。”下到可以换另外一间开会，试试看。不要试了吧，我跟你讲都贴上来了。好，来，
跟阿松讲的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哎呦，来来来来，交换位置，是谁在吃我的头发？今天要讲的这故事呢，是发生在我邻居身上。然后邻居呢，他们小时候啊，就是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跟他的爸妈呢一起回南部乡下的外婆家。他们呢非常非常怕这个外婆，因为外婆呢是一个非常唠叨，然后常规定他们很多很多事情。那这一年呢，外婆竟然给他们一个规定说，你们以后呢洗澡洗完一定要把浴室的每一根头发都要剪得很干净，而且不可以用水把那个用水冲把那个头发冲到那个排水孔里面。好啦，那他们两姐妹就说，哦，好好好。那一天呢，他们就去外面开始玩了一整天啊。然后晚上呢，我这个邻居他就要开始去进去准备去洗澡了。洗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感觉说，哎，怎么后面好像有站了一个人？然后而且呢，还有一个声音是，嗯，然后他就开始洗，他觉得说，感觉后面突然间好像有人，他就这样子头往下一看。鬼灯奖史上最吓人情节都在他的双脚之间。脚是那种脚是一是有点那种油油脏脏的那个样子，然后那时候他就一直在发抖，还想说我要不要蹲起来往后看啊。然后那时候其实他真的实在是想到觉得吓到了，赶快整个人跳到那个浴缸里面去，然后那边一直抖。然后等过一阵子，他稍微比较镇定一点的时候，他头往后一看，哎，没有啊，没有人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赶快把澡洗干净。洗完之后呢，正要开门要出去的时候呢，他突然想到说，外婆说要把地上的毛发给剪干净。可是那时候他已经吓到没有办法再一根一根剪了，他就赶快用水冲啊，然后赶快把那个头发冲到那个排水孔里面去。好啦，隔天呢，外婆呢就跑来骂他说，你昨天洗澡是不是没有把那个头发一根一根的给我剪起来？然后他说，对啊，他说你现在赶快去厕所里面去把那头发给我剪干净。然后他就好吧，他就跑去那个厕所去剪。那个头发那个排水孔上面那个盖子上面都是头发，然后那时候他就赶快就把它剪干净。然后呢，外婆就突然站在后面下来，就跟他讲说，还有那个把排水孔的盖子掀起来，然后也把里面的头发也捞起来丢掉，还在那边捞，然后一根手指在那边捞，突然间，他的手突然有人抓住他的另外，就突然抓到他的手指头，他就他的整只手在排水口里面一直挣扎，一直拔不起来，然后突然就很用力这样一拔，然后就吓到，赶快去跟他外婆讲，他说怎么办？怎么刚刚有人在排水口里面抓住我的手了？然后他外婆就跟他讲，就把他带到外面，赶紧把他带到外面来说，其实这个浴室呢，真的有闹鬼。这个鬼也很奇怪，外婆才奇怪吧？对呀，有闹鬼还让你用？对呀，因为这外婆已经知道这个鬼的习惯了，他告诉他说，这个鬼他很喜欢头发，很喜欢这个吃头发。如果你把这个浴室的每一根头发都剪干净，它不会出现。但是如果你没有剪干净，它就会出现在这个浴室里面。那它白天呢，它是不会出现，它是会在那个排水孔里面的。
所以他也外婆为什么告诉他说，你在洗澡的时候你一定要剪干净，你不可以用水把这个头发冲到这个排水孔里面，全部都会冲给他，因为就会冲给他，他就会吃这个头发。我怎么知道？哇，很狠哦！小声点，给我讲出来！啊！不要叫，出来！先讲清楚，外婆，有什么好怕？里面有还是要去挖？你不知道有还是要去挖？严厉严厉，好，来，你们冰箱请亮灯，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好，颁奖来。为什么？这个要揭晓一下。噔噔噔噔，这是什么？流星锤。好可爱哦！来，辟邪草莓锤。辟邪草莓锤，100%的正气贯冲的哈，鬼来就打，绝不会误伤自己，好不好？来，留念。打鬼用的。好的，今天那个节目非常的精彩啊，故事非常的惊人，那个我们下一次见，谢谢大家。